何去建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这跟我们一般从教科书上面讲一些什么论文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啊，至少这次跟你讲的这个人啊，就是那个论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来帮他来讲的。因为我是自己盖过台湾的南部的海洋生物博物馆。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坐落于一望无际的台湾海峡与壮观的龟山岛间，占地97坪，从国境之南的一块荒地摇身一变成为台湾的海洋知识库，结合了水的精神与特性，以低密度的建筑开发维持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它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博物馆，从选址到建造完成的每段历程都传达着许多匠心独具的意思。它是屏东县车城乡后湾村的一个海边的地，这块地非常特殊哈，你可以看看，它实在被我们征收来改建海生博物馆之前呢，它其实是很多的违法渔温，然后也很多这个烂垦地，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它又是在垦丁国家公园的北端，那一个垦丁的国家公园，但是它居然是有这么多的烂垦地啊，这个土地其实需要再整理的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土地里面，这块土地里面，当我们把那鱼纹都征收了，水都放掉以后，就露出一个更令人惊讶的面貌。那当然我们在选这块地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你看那边不是有很多白白的小点吗？那其实里面大概有2-3千个坟墓，原来那边有5公顷的公墓就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在以前它是荒烟蔓草鬼神秋秋，就是不太有人要去的地方。那为什么我要挑这个地方呢？就我可能没有跟各位讲过，我基本上是一个蛮环保主义的人哈。我是很多环保社团的里监事发起人，或者甚至是理事长哈。然后我现在还是台湾湿地保护联盟的理事长，所以我其实还蛮在乎我们推动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它对环境是友善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还要再盖一个国家的博物馆或者水族馆，然后我要用到20-30公顷的土地的时候当然放在城市里面最好，可是我那时候没有选城市，因为我觉得城乡建设就是要把建设放在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最热闹的地方。有了地方建造博物馆之后，更大的问题来了，那到底要盖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呢？1991年，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于是筚路蓝缕的规划建设工作开始展开。这个建筑我希望是 The Spirit of Water， 就是水的精神。那水的精神是什么呢？至少一个方向开始去讨论了以后，大家发现这个馆是盖在岸边的，海岸边的。那海跟岸碰到了相会的时候，那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波浪嘛，对不对？所以啊，它就回到了最简单的这个，这是第一稿的设计图，就大家就开始慢慢聚焦说，哎，我们把它变得很简单，那这岸边就应该是波浪，它就把海村馆设计成这个波浪的样子。然后设计成波浪的样子当然有3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啊，普通的水族馆外形如果放好了以后，里面再放内装啊，那个构造啊，水族箱啊，它就会受到外形的限制，所以有一些展示的设计是不是那么方便的。那尤其有一些后场的设计其实都很狭隘的。那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以里面的内容展示内容设计完以后，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啊，就是一个波浪把它盖起来就好了。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因为这个馆啊，我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我就不打算让它一次完成。因为我们看到水族馆或者一个大的这个博物馆一开幕，它可能会有3年5年的风光，然后它就慢下来了。那你重新要再盖了，搞不好也没有地了，搞不好也没有这个钱了哈。那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馆呢就一期一期的开发，第一期是台湾水域馆，第二期珊瑚王国馆，第三期是世界水域馆，一期一期的开发，就可以让这个
馆的寿命延长，如果能够有十年十五年都很好的话，我想这个馆它的知名度一定也建立了。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台湾水域馆、珊瑚王国馆，然后水族试验中心、研究中心、会议厅、附近设施、行政中心，还有其他公共设施。这个出来了以后，马上在当地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拿到一些比较高阶的这种讨论上，它其实就有问题了。你很难相信哈，他们有问题的，就是说为什么要盖一个国家博物馆，要盖一个对，让台湾去看到全世界的那个博物馆或者水族馆，你为什么先盖台湾水域馆呢？你为什么不盖世界的什么海洋什么五大洲的鱼，什么三大洋的鱼呢？那个时候我的想法非常清楚，当然也跟地方上的一些沟通的过程啊。我是觉得如果要看长江的鱼在大陆看就好了，如果要看这个加州的鱼在美国看就好了，如果要看大西洋的鱼在欧洲看就好了。我们老百姓或者我们的国民最先应该先了解自己有什么鱼、什么生物、什么样海洋生物，然后国外的人来台湾以后也应该先要看到我们有什么生物，然后再去看很伟大的国际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比较跟一般的这么大的国立博物馆的概那个建设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先盖地区性的台湾水域馆为主。那第二个，为什么是珊瑚王国呢？珊瑚王国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在一个亚热带的海域，所以台湾附近的海域生物最丰富的哈，它其实就是珊瑚礁的生物。那第三个，垦丁或者是南台湾，其实刚好在全世界最有名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三角洲，就是珊瑚礁分布的三角洲的那个海域的最低北边。所以如果我们盖了一个珊瑚王国，我们就可以代表着整个南中国海以及这个珊瑚礁区的海洋珊瑚的这个呈现。那相对于当时的菲律宾啊、印尼啊、马来西亚啊这种相对比较没有那么进步的国家的话，我们如果能够一个呈现整个区域的海洋生物的珊瑚王国的话，别的国家就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到了这个海域里面，海洋生物博物馆自然就变成了他们看到南中国海的首选的橱窗了。所以我们第二个馆就盖这个珊瑚王国馆。第三个馆呢，其实是盖世界水域馆，后来我们也盖了，但是为什么刚刚开始没有呢？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告诉我他没有这么多预算。可是因为我盖了一馆二馆以后呢，我觉得真的要盖成一个让全世界都看到的馆，还是要把世界水域馆盖出来。所以我们就推动了到目前为止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文教的 BOT 案。这个是后话，后面再讲。可是在主要的要盖这两个馆以后，我们发现还有其他的重点我们要先做到。你看我们就有盖一个水族实验工作站。为什么要盖这个东西呢？因为很多的水族馆呢，都是把从外面买了鱼在这边养，养完了死掉就再去买鱼。那我觉得至少国家的博物馆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应该要先把这个养这些鱼的技术都发展出来，练习好了，然后我们再去买鱼。买鱼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维持这个鱼的健康快乐，甚至就是让它在这个地方可以繁殖，可以世世代代。而水族实验工作站其实是应该比我们建馆之前更要先做的事情。所以海生馆其实是在这个台湾水域馆、珊瑚王国馆盖馆的前三年，我们其实就在枋山这个地方租了一个养殖场开始训练这个水族实验的各项工作和人才。第四个，为什么是研究中心呢？为什么水族馆或者博物馆会有盖一个研究中心？因为我那个时候要盖的时候，在讲说25年前政府要花2亿美金去盖这个，那是非常大的钱。就算是我们是亚洲四小龙的中华民国，也是至少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多的钱。那我也看过很多国际上的水族馆，他盖馆的刚刚盖馆的时候，他前五年非常风光，然后呢他盖了15年以后，他就变成中古的馆了。他盖了20年以后呢，
这个馆就变成什么老馆了，除非他整个再重新装潢，再花很多的钱再做，不然这个馆就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花2亿的国家的钱，我怎么可能让这个馆只有20年、30年的寿命呢？可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盖起来，它会越沉越香呢？我那时候觉得注意看，全世界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建筑物盖以后越沉越香。结果我们发现呢，真的是难以想象。原来那个有200年的，可能200年的哈佛大学，它那么老了，没有人嫌它的屋子老啊。有180几年，现在可能有200年以上的那个剑桥大学，它那么老了，也没有人嫌它屋子老，还是觉得它非常棒啊。所以真正让这个馆啊可以历久弥新的，一定不是它的那个房子设计的多好，水族馆设计的多好，一定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软体的建设，让这个研究的部分啊可以历久而弥新。所以海生馆在真正馆还没有开馆之前，我们就已经把第一研究中心就盖出来了。除了主题场馆以外，海生馆最受大小朋友欢迎的地方，即是馆外的亲水广场。广场上的庞然大物都是后壁湖曾经出没过的鲸鱼，包括抹香鲸、大翅鲸等等。其中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这边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哈。就是第一个呢，这些鲸鱼啊都不是什么从书上搞来的，都是垦丁以前旁边有个后壁湖渔港。后壁湖渔港早年啊50年以前是台湾的捕鲸船的基地，所以啊这些的鲸鱼啊都是我们真正去调查在那个地方出现过被捕到过的鲸鱼啊。所以它虽然在那边牺牲了，不过它在海生馆里面又重生了。然后第二个呢，他所有的这些的这个鲸鱼的行为，他包括这个跳起来的行为啊，钻下去的这种行为啊，基本上都是在海外或者是海上或者野外真正发生的，所以我们没有为了任何的艺术性啊来去改它的哈、啊。那你可以看到，譬如这个灰鲸跳起来的这种感觉啊，它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这个池子啊，后来变成海生馆最受欢迎的展示之一。讲到这边，我跟各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哈。这是海生馆的鲸鱼池的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那个建筑物啊，它前面就是大的玻璃，它其实是可以从这一个就从鲸鱼池这边一直看到海的对面，就是透过我们的建筑物看到海的。那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设计呢？其实是跟这个鲸鱼的游的方向有关。你看哈，其实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个记者跟我谈过这个事情。他一进海生馆以后啊，他就问我说，他看了一圈以后，在那边谈事情，在那边访问，他就问我说，他说方馆长啊，他说你的雕像是不是方向摆错了？为什么方向摆错了呢？他说你看我们进来以后，从那买票口进来以后，看到鲸鱼啊，都是鲸鱼的背面，不是鲸鱼的正面。一般来讲啊，博物馆前面的水池的这个雕像都是迎宾雕像，它都是向着游客的，全世界只有你是背对着游客的，那当然你摆错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是我故意摆的。我说这些鲸鱼啊是当我们到海生馆来啊，这些鲸鱼是迎宾哦，但是它是带领着我们游向海洋的世界，所以它所有的这个背哈、啊，它的所有的面呢、啊，都是面向着海洋，它的背才是对着我们。我们在课里面不是有讲到海生馆的鲸鱼都是背对着进来的门吗？那个鲸鱼就面向着海洋。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了这个它面向海洋的一个大厅，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厅里面呢、那个地方就是面向到海洋的。然后在这个面向海洋这个大的厅的空间中间，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洋的生态系。你可以看到有鱿鱼，大的这个尾鱼、海豚，捕食性的鱼类就在后面。那被捕食的鱼呢，就是像一些青鱼啊、鲣鱼啊，它就在前面。所有的鱼，包括那条最大的虎鲸，它真正的心都是望着海洋的。鲸鱼是游向大海，引领我们进入海洋知识的宝库，而不是站在那个池子里面来欢迎我们光临的。倒过来讲哈，
鲸鱼为什么要欢迎我们？鲸鱼都差点被我们人类杀的绝种了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油给我们拿去做灯，去做那个化妆品，然后肉去拿去喂狗罐头，有的没的，那个抹香鲸的它肠子里面还给我们刮出来当香料啊。所以可能在我们去面对水族馆或者海洋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有的心态啊，可能不再是以人类为主啊，而是应该是我们随着他们进入他们的世界。这是海生馆最早的台湾水域馆的设计图哈，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档案文件啊。那它整个的设计其实观念也非常简单，我们就从大厅里面进来哈，然后就向大厅里面有一个台湾的瀑布哈，那个瀑布上面留下来从高山上的一滴水流经了台湾的整个水域的环境，从高山溪流到水库到河口，最后流到海洋，海洋里面流到珊瑚礁啊，然后再流到大洋，然后这就是它整个的海生馆的台湾水域馆的水滴的流程，也是水域生态的流程，也是水生生物的生态的结构。你可以看到它进这个台湾水域馆之前呢，它其实是台湾最高的高山上面，其实就是瀑布哈，因为在非常高的山上面。那这个瀑布从这瀑布的旁边进去，就进到了台湾水域馆的那个高山溪流，就樱花钩吻鲑的展示。可是这个瀑布哦，不是随便做的，也不是艺术家设计的，它是依照古关的龙骨瀑布，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石头的纹理都是跟那个一模一样做下来的。后来921地震以后，龙骨瀑布就瘫了。我们后来就笑啊，真的哈，那个当自然界把这个这么美丽的瀑布回收了以后，那它的音容宛在啊，透过我们人类的艺术设计还是长留人间呢、好，那这个就是进瀑布的地方哈、那各位看下右边这个台湾水域馆这几个字哈、这个就是我父亲的字，他是写了60年的书法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本来是打算用电脑的字哈，非常漂亮，宋体的那种字啊，非常中规中矩。可是放了好几个出来以后，就觉得没有人味啊，非常漂亮，可是没有人味。那后来就想说，还是找人来写好了。他本来是想请书法家写的，很有名的书法家。那结果他的润笔费还蛮高的哈。那我们想，因为这公家来讲，要出这个钱是很困难的。那想来想去呢，就只好请自己的父亲来捉刀了。然后不过很遗憾，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没有办法把他写什么谁谁谁题哈。我要是请别人，我就会把他写谁谁谁题。可是因为是自己的父亲啊，反而只好让他这个义务服务了，也不可以写他的名字了。什么叫做一个新的水族馆的表现方式呢？就是在珊瑚王国这个馆啊，我们希望是把海洋放在陆地上，然后让人在海洋中看海洋生物，而不是在一个房间中呢去看我们做起来装起来的一缸一缸的海洋生物。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它这个设计图，整个建筑物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海洋哈，一个人造的海洋。那里面放的那些景啊，你也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大的人造海洋里面的这些珊瑚啊，美丽的珊瑚啊，或者是礁石啊，都是人设计出来的。它最后可能是人设计的，但是它原始的设计其实都是依照真正的海洋的生态的状况所造下来，然后把它画出来设计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是潜水人的话，没有设计师比大自然在海洋中间所设计的景色是更美丽的啊。所以记得它不是像我们介绍过的水族馆一样，它只是在设计一个珊瑚缸，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把自然的东南沙的珊瑚礁带到了人造的海洋世界中，然后呢透过这个海底隧道带我们去一个一个不同的海底的生态景中去看这边的状态，去了解这边的生物。各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盖出来的成品了，你可以看到一开始进门的时候它就有几个珊瑚缸，
珊瑚缸为什么要盖好几个呢？普通的一般的水族馆不是就一个大的珊瑚缸吗？因为他们不了解珊瑚在不同的海里面的层面，譬如岩石的前面、岩石的上面、岩石的底下、阴暗面、海流的强的地方，那个珊瑚的种类都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就有珊瑚前缘哈，或者珊瑚的峭壁，然后最后走到里面有一个珊瑚的峡谷，然后再后来才进入海洋的世界。换句话讲，我们就是带着你真正经历从水面上潜水开始进入海底下的那个过程，那是从了珊瑚礁的这个角度上潜过去，而不是从大洋，大洋就是都是海水，就是潜到底了嘛。好，再下去我刚刚就讲了，经过那个珊瑚的峡谷以后，我们一大的圆缸，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海底世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整个的珊瑚王国馆就是一个大的海洋世界。我们就透过海底隧道带你去不同的海洋的景里面去看那个景点。这个大洋池里面，就是我们这个珊瑚缸的大洋池里面，这个珊瑚啊，帮个忙哈，千万不是什么很厉害的设计家或者什么艺术家设计的，也不是方力行设计的，这是老天设计的。怎么讲呢？因为这里面很多特殊的一些珊瑚的造型或者生长的方式，它其实是我在1994年带领一个台湾非常大的科学团队去研究南中国海的海洋生态的时候，在东沙和南沙所拍的许多许多的照片，然后用这些照片里面挑出具有特色的生态的栖地景点，然后来这个地方重现。所以你在这边看到了这个隧道带你走过去的地方哈，其实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珊瑚的形式哈，就是它生长的形式、栖地的形式，而不是我排出一个很美丽的珊瑚的景观，像你插花一样给你看，不是，在自然界它就是这样子的。而且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哈，你们一开始进入隧道以后，你会看到在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珊瑚。换句话讲，这个隧道是从珊瑚的大的珊瑚的底下过去的，这是别的地方至少在我们盖之前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盖过这样子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珊瑚啊，它看起来上面有很多鱼，但它底下形成的这些栖地阴暗的地方，它有更多的鱼类在利用这些场所。那如果我们从外面看当然就看不到了，可是我们建了一个隧道，珊瑚在我们上面，那鱼在这个下面游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看得到珊瑚底下是什么样的鱼和珊瑚外面是什么样的鱼了。那这种就是可能一种生态教育的潜移默化。在这个人造的海洋中间啊，造这么大的沉船啊，那海生馆也是独创的。为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我那时候在潜水的时候有两个对我永远有吸引力的地方，一个就是洞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奇怪的怪物；一个就是沉船，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好了不得的宝物哈。所以我那么多年潜水，潜了差不多30年了，我看到这两个东西还会怦然心动，所以我就会在海生馆里面建造一条沉船。你在进入海洋的时候，你在走着走，就看远远有一条沉船，你就会忍不住想要进去，就像我们潜水的时候看到远远的沉船一样。可是呢，你是真的可以走到那条沉船里面去的。那我们现在走到那个沉船里面，然后就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观呢，水缸里面的景观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其实是用隧道带领各位在海底世界中各处游走。看到没，隧道转来转去的，很好玩哈。那个沉船上面会长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当然也就是很多鱼虾生活的环境。所以丢在海里面的沉船不是故意的，而是我们做了把它整理完，把它油污染啊，把它其他的有毒的废物都清除掉的这个沉船放在海里面，它其实可以变成人工鱼礁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我以前早年的时候我就做台湾的人工鱼礁，因为台湾以前很多的渔船捕很多的鱼嘛，那就造成了沿岸的这个鱼源的枯竭，人类抓得太厉害了，当然也有污染的缘故了。后来污染可以控制，可是渔船在抓你就没办法，所以后来台湾政府就控制这个渔船的数量。那多出来渔船怎么办呢？就把它买下来，
埋下来以后就把它整理完了，就沉到海底下，就变成这样子的人工鱼礁，就吸引很多的鱼那个来这个地方居住来繁殖，甚至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哈，变成一个乐园一样。那个沉船沉下去以后，它怎么样变成这样子鱼类的乐园，其实不是拍照片，它其实是要有一连串的科学的调查研究的。那我就去做这个研究，去追踪它的整个生物的发展成长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经过两三年以后，我就看到一条沉船，本来从那个捕鱼的这个工具哦，被沉到海底以后变成一个鱼类的家园了，那个整个转变啊，觉得非常非常高兴，就是昔日的海洋大盗，那如今洗心革面，重新对海洋的生态有所贡献，这个其实是这那种感觉的表现之一。所以我想要讲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不然我跟介绍别的水族馆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接着别介绍别的海洋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希望跟各位讲，我们在做这个馆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洞烛先机的科学性的掌握啊，那上课就是科学嘛。在1982年开始，第一个 El Niño 就是圣婴现象被人家报，被人家科学上报道出来以后，差不多在1986、87年以后，全球暖化的效应已经开始被人在怀疑了，科学上在讨论。那我在1991年的时候做这个馆的规划设计的时候，我其实就希望能够考虑到全球暖化的效应。这个建筑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筑，从前面看不觉得怎样，可是你到后面来看呢、啊，它其实是海堤有两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在这边盖两层的海堤呢？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建筑啊是能够可长可久的。在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海水可能会因为地球的暖化而逐渐上升。设计这个建筑差不多在1991年、92年的时候的一个构想哈。如果这海水继续上升的话，我们用那个传统的离海岸的这种防波堤的话，就没有办法在百年之后能够抵挡住上升的海水。可是一个博物馆，它至少也要有50年、100年的这种功能啊，它才会有累积到足够的厚度啊。所以啊，我们那时候设计这个海堤的时候，就把它设计到有两层的海堤，就有8公尺的高，让就算未来那个时候估算是差不多在2010年的时候，气温会上升1.8到2度，所以海水就会上升一个一定的高度，然后在那个高度下呢，我们这个8公尺的海堤是足以仍然在海边屹立而不会被海浪所吞噬的。这个是海参馆的地下室的入口，地下室就在前面，所以照我们一般的路这样看过来的话，这条路应该直接的就开过去，然后就到地下室去了。可是为什么这条路要拉到这边来，往那个地方弯个大弯呢？因为啊，我们那个时候盖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认为全球暖化不但会让海平面升高，也会让陆地上的大的豪雨会增加，所以那个雨量啊，一定也会有大水过来的时候，照正常的这种地下室的设计，它就会被淹掉。所以我们就在地下室之前呢，要盖一个4公尺高的土坡，它不能盖一个墙，不然的话你就要翻墙过去，那只能盖一个坡，所以我们就从这边这样转个圈，然后拉上去，然后再下来。可是啊，我们的这个设计啊，在开馆的第2年，它居然就发挥了功能，而不必要等到20年、30年以后，真正全球暖化才发生。原来在第2年的时候，就是2001年的7月11号，恒春地区碰到了百年来的大水。那个淹起来的水啊，有2公尺半高，比我们现在高，比我现在都还高很多。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建筑的话，它一定就把整个地下室淹掉了。所以海参馆开馆的第2年就可以关馆了。可是啊，我们是如此的幸运，因为我们盖了这个4公尺高的土坡，所以2、3公尺的水到了这个前面啊，就波浪拍在这个草地上面，但是没有淹到地下室去。那个时候如果从空中看啊，我们就是汪洋中的孤岛，前面就是大水淹过来，过去呢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那海参馆因为一个设计的前瞻性，它就
通过了这一次节能的考验，也可以迎接未来变化的全球气候。你可以看到这是恒春镇的那个地方的，它的淹水都淹成这个样子了。那我们海生馆是在海边，比这个镇当然要低很多啦，所以我们这个水淹的比它高非常的多，在镇上就差不多淹到胸口这个地方，人的地方。那在海边呢，就淹了差不多2公尺半。你想到了吗？我进地下室的部分是4公尺，所以2公尺半它淹不到我们的。要不是这样子啊，要不是那有前后有这些设计，海生馆的开馆的第二年就被大水淹了，我们就可以关馆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上课了，最主要是科学和知识。我们先讲那个第三馆里面做了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它是世界水域馆，我们最先做的就是叫做 Cap Forest， 就是大海藻床的一个森林。为什么会讲 Cap Forest 呢？因为大海藻床啊，在加州还有在南非其实都非常有名，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海洋生态系。它明明在海里面哦，但是海里面长的那个树，就像这样树，可以长到30-40公尺高。我记得我以前在加州念书的时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念书的时候，那个老师们带我们去这种海藻床里面做研究，我就背着氧气筒啊，在这个海藻的这个中间这样游过去，游来游去的时候，就像那个鸟在丛林中飞翔一样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特别哈。所以啊，我们后来觉得要假设要展示世界的生态系里面，一定要把这么特殊的生态系展示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海藻床的展示。那这个部分海藻床里面的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生物啊，我们后来啊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作哈、啊，就那个斯贵普兹海洋研究院，那他们就提供我们当地的这些种苗哈、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让太平洋另一边的亚洲人民啊也看到海洋世界的奇妙。不过最重要的第三馆，我们希望表达的是虚拟实境的东西。为什么要用虚拟实境呢？因为有下面的几个缘故。第一个哈、啊，就是我自己其实还是教海洋生态，我其实还是对环境有非常大的关心的。那我觉得水族馆一直盖哈、啊，它其实抓那么多海洋生物是有问题的。那未来要去获得这些生物的机会一定越来越小。当然水族馆可以在做它保育的或者繁殖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未来对海的了解不是用真正的生物，而是用跟真的生物一样的虚拟实境，甚至可以互动的这种东西，那不是更好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差不多在1995年开始，我就跟台湾的工研院合作开始发展虚拟实境的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早年在很多博物馆里面看到古代的侏罗纪公园时代的鱼龙哈，或者是那个水里面的一些奇怪的那种生物鱼类哈啊，可是呢我们看到只是标本，我们不知道，我们跟现在的这种鱼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知道它怎么是活动，不知道它真正的身子长得什么样子，因为它肉都已经烂掉只剩下骨头了，不知道跟别的环境或者跟别的生物或者跟它的环境是怎么互动的，那不是多么无聊啊。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变虚拟实境的，把它变出来演出来，那古生物学家能够加上他们的研究的知识，我们就知道那个古代生物它生存的环境，它的生态的方式，它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不是好得不得了吗？那不是更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吗？第三个，你有没有注意到水族馆越来越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我们没有做，没有不太平常看不到的地方，譬如深海的生物，譬如南极北极的生物，为了商业行为他们可能会做的好像要找这些奇怪的东西，为了要做一些教育的话，你可以看到世界上还有极地的生物，深海的生物也是非常好的。可是深海的生物如果要放到我们这种潜水的博物馆里面来讲，捕捉运输在这边饲养，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难道你一定要把它抓来？难道你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呈现吗？所以透过保育的这种感觉，透过知识的传达，透过古代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栩栩如生的呈现，所以我们就开始在
差不多25年前就开始去发展这个虚拟实境的技术。跟各位讲的就是海生馆的馆徽，每个馆都有一个代表这个馆的馆徽哈。有的人会选一只海豚，有的人选一只海龟，有的人选一条鱼，有的人去选什么东西，随便他可以做什么。那有些人呢，他觉得自己如此的伟大，以至于他要用他的名字来做这个馆徽啊，比如他用英文字的馆徽，英文字凑在一起形成一个馆徽哈，或者是他也会用一些符号来象征这个馆徽。那海生馆要用什么样的馆徽呢？我们那个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那很多同仁就建议说用鲸鱼啊，因为我们很大，对不对哈？有人讲说我们海豚，而鲸鱼以前在海生馆外面，就是后壁湖那边，它的确游来游去的。可是我觉得别的馆也可以，国际上的馆也会用鲸鱼啊，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海洋生物，海洋生物。可是蝴蝶鱼、海螃蟹，别的鱼也都有啊，它感觉不出来是我们一个东方的馆啊。但有人讲说，那我们用那个英文字，可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馆徽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委托的厂商大概设计了上百个，都被我干掉了。他们一定觉得我这个馆长啊，实在是很着眼挑错，很龟毛哈，估摸哈，台湾话叫估摸。可是我心里面有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我不想轻易把它放掉。一直到有一次突然给了我一个灵感，谁给我灵感呢？就是中华民国以前驻美大使沈建宏的公子，他真的是非常有学养的建筑师啊。沈大使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学鸿儒啊，所以他的儿子啊真的也非常棒啊。那他的不是只有在建筑上面有一些修养，他对我们的这个文学的了解啊，或者是修养也非常的深厚。那他的领域很特别，是甲骨文的研究。那有一天呢，他就送了我一幅甲骨文的用锦字编的字哈，一个甲骨文的字，上面一个字一两个字。那我看那甲骨文的字，我忽然有个感觉，因为甲骨文那个时候就差不多是象形文字的一个起源了嘛，对不对哈？那如果我们的博物馆呢、啊、是水的精神，记不记得我们盖的博物馆是 Spirit of Water？所以我们博物馆应该就是属水的咯，海洋生物博物馆嘛。那水的甲骨文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水。那水集合了以后就变成河川，那有了河川呢、啊、江海下而纳百川才会有海啊，所以川也是海洋生物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然后有水有川，你看看这个文字以后哈、啊、它就会，海洋生物博物馆一定跟鱼有关嘛，那它就跟鱼有关了。那这条鱼啊，是海洋生物博物馆旁边的海边万里童啊，它自己产生的一条鱼，就是在地的一条鱼。那个鱼叫做原刺燕鱼。那这条鱼它的幼鱼，原刺燕鱼的幼鱼，这是小鱼，这不是大鱼哈、啊，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那它为什么要有一条一条线呢？它就是要把它自己的鱼的形状打破，所以不会被那个捕食者来吃它。它就变成这样三条线。那这条鱼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1975年的时候，我在万里童潮那个亚潮带潜水的时候看到这样子一条鱼，它不太大，大概只有十几公分那么大哈，长宽大概只有10公分以内，小小的。我那时对这个鱼印象很深刻，没有想到当我看到那甲骨文的水，看到那甲骨文的川，我就忍不住想起了这一条，在30年以前，他让我看到的，就在我们水族馆旁边的这个鱼。我就忽然呢、啊，灵机一动啊，就拿起了我父亲平常练字的毛笔，那是中国的传统啊，就画了三笔，就变成这个样，就模仿那个鱼啊，就画了三笔啊。其实有稍微修，这个后来画完三笔以后，我也没有就这样子做。我有交给我们那个时候帮我们做设计的那个规划公司啊，帮我去做了一些基本上没有做，就是他帮我做了一些美工上面的这个安排。那个时候我还有特别不同意他把这些东西修掉，就是毛笔的这些感觉我不要他修掉啊，我就不要他修掉。就是我画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馆徽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它是水，它其实是川，但它更是一条鱼。但是在那个时候，
这样子的 logo 到底是不是能够被人家接受呢？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是会发毛哈。所以啊，我就请呢我的工作人员拿了这个管会去问一些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啊，我们人在成长中间那个赤子之心是有的，真的有的，至少从这个案子我会感觉到。我那个同仁们他拿这个去问的时候，他问到的是小孩子，他给小孩子看，小孩子都说这个是鱼，可是大人呢、意见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给他看的时候是一张印在纸上面，他其实并没有一个方向性的，所以大人去看的时候啊，有的人就讲说，哎，这是一只回头在看我们的海豚。我也不知道怎么看的哈，反正不管他怎样了、那另外有人呢、就把这个横过来看啊，他说这个是地球，这个是海浪，这是跳出来的海豚。我在想说，原来这个电视他们天天介绍海豚呢、还是会影响这个一般人的这种想法的。可是哈、我们后来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叫做 IMATA International Marine Mammal Trainers Association 的一个会议上面，我们第一次有给人家看到我们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馆徽。那看到这个馆徽的外国人呢、都非常非常都觉得馆徽非常的有意义。他们觉得第一个，他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东方的水族馆或者博物馆，因为他知道这是用毛笔画的哈。那第二个呢，他们会觉得这个馆徽非常的简单，他们会觉得这个馆徽是很容易被人家记住的。那第三个呢，因为做这个参加的会议基本上都是跟海洋相关的人，所以他们也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鱼。但是这个馆徽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几乎看过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它，然后也很容易把它画出来哈。然后这个馆徽的也因为它很简单，所以它变化的机会非常高哈。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馆徽哈，就我们可以把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写在这里，然后把这个英文名字写在这里。好，那讲完馆徽，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海生馆的整个筹建讲了。那这个你要筹建其他的水族馆和博物馆都比我们简单，因为你只要中间任何的一部分其实就已经足够盖一个博物馆或者水族馆了。你要做比我们更好的馆你也非常的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做一个馆可以考量这么多以后哈，你一定还有更多的研发，因为后浪一定是什么推前浪的。但是我想要跟各位讲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说当我们盖这些馆，有人觉得很风光，有人觉得赚很多钱，有人觉得很厉害，是什么什么论文第一名，有人觉得怎样哈。可是你们注意到，我们最后把这个馆的至少我们那时候规划的结局是还给这个自然。所以啊，苏轼的一句话最容易来表达我们对这个博物馆、水族馆或者是海洋生物博物馆的感觉，就是为山间之清风与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是天地间之无尽长也。所以说哈，我觉得我们真的在做很多事情，或者盖什么博物馆，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记着苏轼的这句话，就是为山间之清风与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是天地之间的无尽长也。我们不过是过客，我们是来彰显他的，不是来占有他的。谢谢各位。